欢迎收看最有感觉，我是可静。我们一路从火焰山那边飞驰过来哈，然后到了这个小小的景点啊。这个景点呢是西游记拍摄的取景地啊，然后呢就是这边老板，老板好，我们现在去坐越野车，老板多少钱？一个人是一百块钱。这里明码标价的写的100块，一个人。差钱原因是给冲浪的。我们现在坐上这个山地越野车了，哎，感觉挺酷的，还是敞篷的。还是要系上安全带。哦呦，哦，哟呵，上山啦！大王叫我来巡山。哇，好冷啊，这风。这司机的车技特别溜啊。一路上啊，抖得特别爽啊，风中凌乱呢、啊。到了那个陡的地方，不不不，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我被晃的，不知道在哪了。啊，天哪，这个真的越野车太不错了哈，这个。车太好了，一路上颠簸的我的，然后那个风也吹过来，发际线都不断提高了哈。我们现在到了现在一个比较开阔的平台上面，然后呢，这个司机还让我们留下一点点的时间来这里拍照。既然拍照嘛，那就来个超酷的 pose 啊，猴哥。啊，我们现在就去下一个点，但是下去还是要坐这个越野车下去，有点颠簸的。这个司机啊，现在要给我们来更狠的，让我们去更陡的那个坡飞驰下去。哼，待会又要再走。哦，真的，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啊，一不小心可能就坠下去了。哇，呜、哦，哇！上一次我开的那叫拖拉机，好刺激 ，very good！ 哎呀，居然就那么快到山底下，还没刺激结束呢！哎呦喂，一路下来真的是太惊险、太刺激了，真的完完全全你开的时候你看不到下面的路，完完全翻下去的，知道吗？然后当下来的时候一路颠簸，我整个人在舞厅里面摇摆，一直在摇摆啊！其实我真的现在才感觉到，这才叫真正的越野车。我那开的那啥呀，简直是拖拉机嘛！如果大家来到这经过这里的话，别错过，真的别错过，绝对包你满意，100块钱一位。听上去是不是感觉贵了点？一上一下，哎，感觉时间那么短，还要那么100块钱一个人，感觉有点贵。但是你当你完完全全体验下来之后，你觉得值了，完完全全值了，人生必须得尝试啊。